什么时候走啊？哎呀，在车上我问一路了啊！老太太可老不接我这茬，走过一年他的。我可是提醒你，你可跟我说好了就三天。好，对，最多住三天行吗？三天我把他送走。三儿，怎么着？他今儿也不走了？彩云肯定不走了啊！第一晚上得陪我娘嘛。哎呦，怎么住啊？不是你家这么大，这也不好住吗？在你家你安排吧。那成吧，你妈跟三儿住客卧，我跟床住我那屋，你睡床那床。不错，这么一住我娘肯定得看出破绽。你帮忙好不好，好人做到底，好事做到底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想跟我住一屋啊你？对呀、啊，不，合同来的呀。不是合同有规定啊，合同明确写着啊，甲乙双方一到不可抗力，可以睡到一个屋里，但乙方最睡床上，甲方打地铺嘛。 我他妈这一宿我还能睡得着觉？你放心，我这人很善良，很文明，绝对不打呼。再说你都这个岁数了，咱不会出什么差错的。哎，我哪岁数了？我什么岁数了？我那我说我什么意思？对对不起，我口误，我是说我这个岁数，加上我很正派，我很正派啊。我不正派？你应该也相对正派。什么相对正派？不，你应该也相对正派。什么相对正派？不，你多理解，好，注意表情，控制不了。